6.75 一飞了，手机二停拍，冯小刚这次真的急了。这几天因为崔永元炮轰范冰冰、冯小刚、刘震云的事件，冯小刚导演的手机二怕是无法进行下去。据内部消息，冯小刚要损失 6.75 亿。想当年的手机让冯小刚赚的一下子鼓起了腰包，但崔永元却因为手机这部电影一下子跌到人生的谷底。因为有人暗指手机男主的原型崔永元，崔永元怀恨在心，在手机二马上要开演的时候爆出了大小合同的丑闻，手机二不得不停拍，华谊兄弟的股票也被迫跌停。拍电影在一开始的时候都会玩对赌，赌票房，赌输了就会输钱。据说这次冯小刚和华谊兄弟与发行公司对赌约定的金额是 6.75 亿，这次的赌怕是要输了。即使角角能拍了手机二，票房估计也不会高。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